Hello， 大家好，我是华人资讯网的 Rain。在此呢，我介绍一下如何将自己的 ChaseUR 点数啊转移到这个兑换酒店的 Hyatt 酒店。那首先呢，我们需要登录 Chase 啊这个 UR 的点数的官网，之后呢，选择你的 CSP 卡，之后点击这个 Transfer to Travel Partners， 也就是转移到其他的 Travel 伙伴里。点击完之后呢，它就会告诉您有几种选择，像 Airlines 这些飞机航空公司你可以转到，还有就 Hotels。 那在此呢，我们想转到 Hyatt， 因为 Hyatt 在这 Hotel 里面，我个人觉得还是能换出比较高的价值类。那点击 Transfer Bonus， 就是将您的 UR 点数转到 Hyatt 里，之后点击这个 Points， 你到底想转移多少点数呢？例如我们想换一个 Cat 3级别，第三级别的 Hyatt 酒店需要是12000点数，那我们转移12000点数之后呢，点击 Continue 就可以了。之后您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您在你 Hyatt 账户里，你就会看到这个从您的 Chase UR 点数转到了 Hyatt 这个酒店点数。之后您在这个 Hyatt 酒店的官网www.hyatt.com 里，您收到点数之后怎么去预定呢？首先先登录一下 Hyatt 这个官网www.hyatt.com， 之后呢您会看到这个第一个选项是让您输入 city， 也就是您想去哪里住这个酒店。例如我输入 Honolulu 这个夏威夷的一个岛 Honolulu。 之后呢还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您的 check-in， 也就是抵达日期。假设我这里选择5月1号，那你还有个 check-out， 也就是您什么时候离开的日期。我这时选择是2号，5月2号，点击 find hotels， 之后你就会看到它有，因为 Hyatt 我之前也介绍过， Hyatt 旗下有很多品牌酒店，它很多品牌酒店的价格在这一天时间内是多少钱。例如我选择这个405的一个价值，点击 select， 之后您就会看到它有几个房型，分别是多少钱，有405，有449等等等等。但是同样您可以选择积分去兑换，你可以不用花钱，有个 show points 这个选项打上勾，之后呢您就会看到您需要这个27000的点数，您就会换取一晚上了。点击 select 之后输入您的包括您的个人信息，之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您就成功兑换了在这一天在哈利露露这个酒店的一个房型了。